我说一次，大家好，大朋友小朋友新年快乐，欢迎又来到我们2022台北灯节，我们今年就是我们生草花灯。昨天有没有看到主灯的举手？有没有超级帅的啊？今年我们的主灯宇宙飞船台北40应该是台湾有史以来第一次主灯会离开地球表面的主灯哦，每天晚上的6点不要错过了，今天也可以去哦。然后呢，特别跟大家分享，在我们这个舞台就是我们今年台北灯节的合舞台，这个舞台跟主舞台不一样，因为这个舞台呢是属于大家的哦，好不好啊？所以既然是属于大家的呢，就要玩得开心，然后玩得快乐，好不好？然后玩得开心一点，回家就早一点自己睡觉，好不好？那个不好，不可以的。哎呀，我不是跟你讲了，我是跟囡仔讲的啦。回家要自己乖乖睡觉，好不好？你再说不好，老师打你屁股哦。不可以这样子，好不好？哦，那等一下呢，我们有一位非常厉害的老师会来到现场，你们知道是哪一个老师吗？哦，你们都知道嘛。那今天呢，要给大家乖乖睡觉徽章，可以吗？哎，怎么没有声音的？给大家乖乖睡觉徽章可以吗？自己吃饭徽章可以吗？不要还欢的徽章可以吗？今天都是你们说的哦，你们如果说了做不到，鼻子会变长哦，好不好？好，那在我们欢迎我们阿奇幼儿园开始之前呢，各位大朋友小朋友，屁股离开地板，屁股离开地板，屁股离开地板，比较不会踩到人家哈，准备啊，哎，热身动一动。我说过，今天我们的合舞台是属于大家的。除了说在台北灯节你可以看到很多不同类似样式的花灯之外呢，这舞台你会感觉到所有不一样的艺术表演，你们也都可以参与在里面。好了，小朋友手手举高高，尖叫声会不会？好，来来来来来，这样不统一，这样不统一。来，我们练习一下，1、2、3，尖叫声，1、2、3，尖叫声。太厉害了，回家不要这样子叫哦。好，让我们掌声欢迎阿奇幼儿园星星哥哥和月亮姐姐尖叫声。谢谢主持人哥哥。好的。各位现场的大朋友小朋友们，大家好。怎么这么小声？因为他们可能还在尖叫当中。还在尖叫当中。对，那我们现在要问好，所以等一下看哪一个小朋友可以哈。超级大声的哟！再一次哦，现场的大朋友、小朋友们，大家好！哇，超级有精神的。那今天一开始呢，月亮姐姐，我们就来送个见面礼，好不好？没错，所以很有精神的爸爸妈妈跟小朋友都有机会哦。那稍微整顿一下，因为后面也有一些小朋友，所以前面的爸爸妈妈、大朋友长得比较高的，帮我们坐下来，然后小朋友站起来，好不好？好，小朋友请起立，慢慢的站起来。哇，谢谢你们的配合，这样子我们就全部的小朋友都尽量可以看到咯。Hello. 好，那这个见面礼要怎么送呢？很简单，要考考你们认不认识我们呢，好不好？好，那不然我先来出一个题目好了。请问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们，你们知不知道站在我旁边这一位长得超漂亮的，然后中秋节大家最喜欢看的，然后常常挂在天空上的，他是谁？啊，星星哥哥的耳朵有一点不太好，好像没有听到，哎，他是谁？月亮姐姐，你是月亮姐姐吗？我是啊，大家好。嗨，那你有选到很大声的吗？我没有选到，再一次哦，请问他是谁？最前面这个弟弟，他超级大声的，我先送你一个小礼物好不好？谢谢你那么热情，帮他拍拍手。好。对啊，听到大家一起说。
所有的名字，很开心耶。那现在换月亮姐姐来出题目了，你们一定要知道我要问的是谁的名字，对不对？对，就是我的好朋友，会在我的身边一闪一闪亮晶晶的，请问他是谁？一位小女生在中间，然后她这边好像穿了一个很像豆腐的东西，耶、yeah, ，就是你，有没有看到很像豆腐的东西？对，就是你，超级大声，等等，怎么办？谁才是豆腐？这个吧，这个是豆腐，转过来给大家看一下，像不像豆腐？对，那就送给那个妹妹了，我们帮她拍拍手。别、yeah. 担心，等一下都还有机会哦。Oh, 他们是一家人嘛？真的，应该是一起的。今天呢，我们大家一起来到台北灯节一起玩，对不对？虽然有人说啊，从大年初一到十五中间都在过年，但是接下来有一个节日要过了，你们知道是什么节吗？元宵节。这么厉害，那我们就要一起来唱歌跳舞了。我想先问问哦，你们平常有在看悠悠 TV 吗？今天一定很多小朋友是为了他而来，我觉得我们要赶快欢迎他了，好，等不及了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就用最热情的掌声，还有刚才练习的尖叫声，一起说欢迎阿奇老师哦！一二三，欢迎阿奇老师。